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请坐。第十一页，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作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夫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首务，贤圣修道之要阶，三机平等实践，七众通收。那什么叫三机呢？那修行有三种动机。第一个，为了求现世来世的快乐，那你要得到人天福报。那佛陀给我们说了，持戒布施为人天福报之因，持戒不堕落三恶道，来世升天，布施得大富。所以呢，第一种根器的人，那更要持戒五戒八关斋戒。那第二种根器是什么呢？那除了追求人天福报，他希望
将来能够解脱生死。那什么叫生死？那就轮回了。如果有轮回，那就变化无常，你再有钱也带不走，你再健康也有死亡分别的一天。所以这个世间凡是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无法主宰。所以佛教叫什么？念下来，无常苦空无我，那就是佛陀给我们讲的生命。所谓一切法存在的真相都是变化无常，所以苦。各位身体苦不苦啊？从出生到老都在苦的状态，大苦小苦啊，谁都一样。所以本来这个世间连身体也是如此无常，所以痛苦就是变化，感情会变化，政治会变化，天气会变化，心情会变化，身体会变化。请问各位，这个世间永恒不变的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都会变化。这样，这个世间没有不变的东西。也因为都会变化，你去要求说你永远爱我，我要永远健康哦，你永远不要离开我，我要永远有钱哦，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所以各位要体悟这个道理，所以以后不要讲这种傻话了啊！不要讲这种傻话了啊！当然呢，智慧是永恒的，那叫空性；慈悲是永恒的，那不退转。那世间的一切没有永恒不变，没有能够控制主宰的。那第二种根器就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呢，他想要解脱生死。那出家人有福报，他就能够出家啦，为这个努力。那在家人虽然因缘不具足，不能出家，所以他就很想要受八关斋戒。以八关斋戒至少一个月六天乃至十斋日，能够也种下解脱的因。那虽然各位没办法一辈子出家，那佛陀说短期出家八关斋戒一天，那你就可以有六十小劫。如果站在解脱的心态，那么不堕落三恶道，六十小劫啊。如果站在人天福报，那二十小劫不堕落三恶道，乃至呢至少七世升天，七世做富贵人。所以解脱轮回是佛教的基本目的，但是要解脱轮回，要知道轮回的因。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啊，念下来，贪嗔痴啊，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那你就会生口意造业，造业那就会永远轮回痛苦啊。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叫消除贪嗔痴。那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空性，叫我我我啊。所以现在别人对你好，你好高兴，那就有我执；别人对你不好，你很生气，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你有一个我执，喜欢人家对你好，讨厌人家骂你，你会分别。有钱的时候很快乐，没钱的时候很痛苦，那这个就是有我执，没有空性。有了空性，没有我执，就是平等的，生也好死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生病也好健康也好，他内心是平静的。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自己有没有我执，大部分都有了啊，还没有办法达到空性。所以你要彻底的解脱，那你就要消除这个我执。因为如果你没有消除我执，没有空性，你时时刻刻都在贪嗔痴啊。一个帅哥看你两眼好高兴哦啊，老婆对你讲话很大声很失望啊。那我们的内心有这个分别念，那你就一直在生老病死痛苦。所以各位要知道佛教呢的修行，除了希望有人天福报，长寿富贵，来世升天，所以希望大家思维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有我执，然后他就会贪嗔痴，然后他就必须要面对这个世间的变化无常苦。所以有这个贪嗔痴造业，永远在轮回。所以我们因为如此来受八关斋戒，
然后按照佛陀所讲的来念一下：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啊，如果能够努力的，那各位一天的时间持八关斋戒，修禅定六念法，听闻佛法，禅修思维智慧，这样呢就可以断除轮回的因。欢喜不？啊，这个才是黄文义了，钱没有用。啊，老公多爱你，那个也是暂时的了，搞忘了后面有女人呢，这正常的。你说你有女人，我后面也有男人呢，啊，正常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世间有什么样的啊真实不变的，没有了，骗来骗去而已了。啊，婚前很多秘密不敢讲的了。啊，所以那这个世间只是一个暂时的假象，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维持在道德嘛，就这个意思啊。道德就是说结婚前你乱七八糟，那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婚姻嘛，啊，没有双方家长的这种责任问题啊。那如果结婚以后你又乱七八糟啊，太太伤心，太太的爸爸妈妈也伤心，你的爸爸妈妈也烦恼，哇，两个离婚了，孙子谁带啊？啊，那那个时候叫造恶业了，因为伤害到别人就是造恶业。那造这个业以后，那百千万世都要享受这个业报，很可怕的。有些小孩子一出生下来就一直病病病病到死，那有些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没爸爸妈妈，受欺负到痛苦。所以这个世间真实有这个轮回的业报，那各位要停止轮回的业报，那各位将来要很努力的利用六斋日。今天是农历二十八，历十斋日，念一下：念阿弥陀佛，持八关斋，消除罪业，九十劫。啊，不得了了，一天可以消除九十劫，一劫十四亿年，你算算看，一劫十四亿年，然后九十劫一天的精进，真划算，可以消除九十劫的罪业。所以今天受八关斋戒，这个自我功德力，阿弥陀佛悲愿的加持力。那所以各位要很认真，很认真啊！今天二十四小时都很认真。那么按照我们是一个出家人，很精进的，虽然各位明天就还俗了。啊，恢复正常生活叫俗嘛，返回世间法，但至少今天很精进。那特别这个月是佛陀神变月，我们今天做的功德几倍，念一下：一亿倍啊，一亿倍，又乘上消除九十劫的业障，所以今天要大做功德，好不好啊？昨天我们办供佛斋天法会，今天再办一次啊，所以今天啊，广修功德，放生、烟供、施食、忏悔，好不好？爱拼命啊！简单的说，一天可以赚一辈子的钱，谁不拼命啊？不想睡觉啊，二十四小时分分秒，把一辈子的都赚好了，然后我们就轻松了，对不对？所以一天就可以消除九十亿劫的生死罪业。啊，一天就可以几百万劫不消不堕落三恶道，一天就可以种下一亿倍乃至人天福报，一天一夜的精进受八关斋戒，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念一下：中品终身。啊，划得来吗？啊，白嘛要白来修改。啊，就像我一样，我拼命了，我这一辈子受一次八关斋戒，我听了这个道理。人家在念一日一夜，我念的是什么呢？一年啊！我那时候我同学在我旁边一听一年，他就哭了。一年不用跟他睡觉啊，一年不跟他吃晚餐啊！我心里念的是一辈子了，不是一年，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家，但至少我守一年八关斋戒，回向，愿我能够出家，也利用这一年的机会。来报家里人的恩，爸爸妈妈、太太、小孩、兄弟，好好的来报恩。公司的同事、股东，我要利用一年的机会，
啊，对他们报恩啊，因为我要出家啦，将来不能跟他们常常在一起啊，所以我这一年呢、啊，纯粹就在服务他们啊。早上先到公司替他们扫地、倒完水。诶，今天怎么会有工友？他不知道工友是我了啊，陪我太太。然后呢，他打麻将，我在后面倒茶。我要一年来向他们忏悔报恩啊。这样也，我以后如果能够出家，哎，就对我有帮助啊。所以我想，我们受报恩在戒也是如此啊，断除自己的欲望，想的是如何利益众生。所以第三种根器是什么？来，为众生受报恩在戒，愿成佛，以持戒功德回向六道众生，脱离轮回，早成佛道，那这个叫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多少功德呢？来，两百万劫，富贵自在，不堕三途。哇，各位你再算算，两百万劫呢，不是小劫，小劫是十四年，小劫中劫二十中劫，然后再一大劫两百万劫。那意思说没有办法算的时间，一念的菩提心，二十四小时的菩提心，那个功德没有办法比喻啊。所以我想各位今天就怀着无上的菩提心啊，为六道众生。所以前面有六张桌子，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鬼道、畜生道，然后呢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要为他们精进，所有功德布施给他们，离苦得乐，早成佛道，好不好？那这下赚多了啊！所以各位修行人就是很会算的人，叫求经人。为什么？来念一下：人生难得，生死无常。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个身体，人生难得啊！而且什么时候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知道的举手，无半个。怎么死的知不知道？也不知道。搞不好听个电话讲手机，砰！摔死啊！所以搞不好心脏病发作死，这还不错了。搞不好慢慢死，这样死不了啊！所以各位要去思维，人生难得，父母给我们这个生命。如果我们下地狱鬼道没办法修行，如果升天福报太大不精进，那是人才可以成佛。念一下：人成即佛成，所以诸佛皆以人而成佛。那我们能够做人，不要把这个人生浪费在赚钱、只光读书啊、结婚、买车子、争地位，最后争到一个好棺材这样啊，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女人也要想好，以前还不懂的时候，活着干嘛？结婚，找一个男人服务他一辈子，替他生小孩，那也先找我后了个生。那先找我，后来生了三个女的，要抱出一个男的来，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结婚，服务老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好好挑，免得嫁到鸡狗。还真的嫁到鸡跟狗了，啊，因为不满意啊，啊，但是这样一辈子就废了。啊，男人呢，还为了养这个家。所以呢，哇，开始去赚钱，用尽心机赚钱，赚赚赚赚，买了一个房子，开始孵蛋，开始生小孩，然后一辈子就这样苦啊苦啊，然后老了生病了，就开始抱怨，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没做坏事，啊，所以我曾经去帮一位校长，真的很认真的校长，做到75岁了还没退休的校长。很认真，儿子都培养成为博士，很有用的。结果他得淋巴腺癌，啊，长得大大的，里面还有虫。医生说这没办法医了，就让他自然死亡。但是他问我，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很怨。他这辈子这么穷，这么努力，然后成为校长，培养小孩，他为什么要这样痛苦死亡？啊，老天不公平。我跟他说，校长，这你不了解道理。如果你从小就读佛经，那你可能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我也认识另外一个校长，到了学校什么不谈，就谈佛法啊，假菜啦。哎，一天到晚叫我去演讲，师父帮我啦。我爱这些学生呢，因为他故意申请到那种流氓学校去做校长，没人要去的，这叫慈悲嘛。啊，这些小孩子都不读书的，然后他至少感化他们，因为这种学校他去讲，人家也不会怪他。家长想说，哎，这种小孩教得好就好了，还教他什么？所以他劝他们吃素啊，守道德啊，讲因果啊，他很努力。这个就是懂得佛法来做校长多快乐，不懂佛法办教育最后很痛苦。所以我想，佛法并不是叫我们整天都在听佛法，是你把这个简单的道理知道了，然后你用在你的生活上，用在你的事业上，做什么事业都不要伤害到众生，要道德。所以我想第三个菩萨道，就是说那我们今天了解佛法，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众生不了解，如何让所有众生都了解佛法？今天要八关斋戒的功德加上一亿倍的功德，大家念一次供佛斋天普度众生，好不好？一次完成。以后各位也是一样啊，一支香拿起来供佛斋天普度众生啊，一杯水拿起来供养诸佛护法诸天回向法界众生，然后时时刻刻保持在一个圆满的心态。所以我刚刚讲了，再背一次来，人生难得，生死无常，善恶果报，轮回过患啊，做人很难得，但是呢又生死无常，所以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快乐痛苦受了我们善恶的果报，所以各位要断恶修善。再来轮回过患，那就算你造了很多善业，那还是在轮回当中啊，轮回就是苦啊。所以各位要转心向法，要随时不要让我们的心一直在世间法，什么时候可以健康，什么时候可以赚钱，那各位这些不是你想就来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很简单。如果你相信因果了，你不用烦什么时候赚钱啊，什么时候会好。所以佛教讲，世间人佛法讲，来，众生为果，菩萨为因。所以众生怕结果，但是修行人菩萨他知道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所以他不会在果报上，果报随缘。来念一下，因上努力，果报随缘。对啦，所以你要得到好的结果，你只要在因上努力，善有善报。这个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因是什么？就是心态动机。所以同样受八关斋戒，站在人天福报的动机来受，你得到人天福报的果报啊，二十小节七十胜天这样而已。但是站在解脱的动机，当然也不离人天福报的持戒布施，那你加三倍哦，六十小节。但是站在菩萨道，那变成百千万亿倍，不自私，但是要有人天福报的因，有解脱的实修，然后呢想的是六道众生如何成佛。那希望大家发无上心受戒，好不好？要有这个想法啊。所以我继续念了，在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或越山途而直趋人天，受八关斋戒，不堕落三恶道，生生世世做人升天；或超有漏而净灯觉岸，那你就可以超越有漏生死轮回，而得到什么觉岸呢？就是菩提的意思。念一下：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啊，就是你以解脱的心了解四圣谛，那你得到声闻阿罗汉的菩提，可以证阿罗汉。那如果你以了解生灭无常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你得到缘觉菩提，可以证得辟支佛的果报啊。辟支佛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只是体悟世间的变化无常，他就去修行了啊。那
第三重是我们大家追求了，来，佛果菩提，就是各位常念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希望大家追求最圆满的菩提啊，要以空心大悲心菩提心所作善根回向众生离苦得乐同成佛道的，你看我背的熟不熟，你要经常这样背啊，你才知道说你的心态有没有离开这个了啊。首先你要背一些寄语，然后你的心态永远不离开这个，不离开这个，跟我们当兵一样，每天念着那几句话，对不对啊？哪一天叫你打仗就不怕死这样啊。所以军人很单纯的这样，但是各位要了解，要达到无上菩提，所以你受报关斋戒可以得人天福报，可以得解脱有漏轮回，可以得到三种菩提。五圣运载戒为总辖，五圣就刚刚讲了，念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佛乘，哇，这最高了。所以你要追求人的快乐、升天的快乐、声闻解脱、缘觉的解脱，乃至成就佛菩提，都要守戒律。戒律就像轮子一样啊，戒为轴辖一样。所以万善克备，戒为基本。那你要做好事，那要以不造恶、持戒为根本。所以各位今天在农历28日阿弥陀佛加持日，佛陀神变月，一亿倍加持功德日，来到吉隆坡莲华大厦，受持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名题，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意。那我们了解了受戒的功德，那就要知道，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呢？那就是各位你要守八条戒律，禁闭八事不放故啊。那这八条戒律就是叫我们不要伤害众生，再来今天断除欲望啊。斋者其意，斋就是清净没有欲望，所以呢今天过午不食跟出家人一样，以过中不食为斋体，所以外在的八事铸成内在的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事以斋体共相支持，就是说外在我们要守这八条戒律，内心里面啊要保护这个八关斋戒的斋体。这个斋体是随着你的动机，刚刚讲了三种动机，那希望各位用一个菩提心的斋体好不好啊？简单的说，各位干脆今天通通受菩萨戒好了啊，受菩萨戒。那你说那我没办法天天吃素啊，那至少你在八关斋那一天恢复吃素嘛啊。初一十五，有人选初一十五，有人选六斋日，有人选十斋日，有人算得很算不来，干脆通通斋免得忘记。我就是那种人啊，算来算去搞不好了，干脆一整天都吃斋，免得搞错了所以外在的戒律，内在的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最重要啦，如何得到八关斋戒呢？就底下了，以身业齐则无秽恶。各位身体不要有伤害众生或爱染，所以不杀生、不偷盗。今天男女之间断除淫欲，不淫欲，乃至呢不享受啊，去坐卧高广大床，乃至呢贪求感官的享受，眼睛、耳朵、嘴巴的，今天都不要。口业起则无诸过失，平常你很会骂人，平常你很会说是非，今天通通控制好不好啊？你控制起来以后，慢慢你就会学好控制啊，不骂人，不骗人，看到别人缺点卖谁谁脸，不说背后人家是非，好不好？我发觉好像没人有这个问题，对好像有点这样啊，尤其是民族不一样，你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不太习惯啊，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讲来讲去谁谁凉啊，然后呢就好像习惯了，所以那各位就不要，反正看到别人缺点，
赶快转过去，对不对？绝对不讲，憋住，贴个 salon pass， 不说就是不说，只讲好话，养成习惯啊，就是说不背后两舌，不绮语，不讲没意义的话。所以，然后用这个口业来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好不好？养成习惯了啊，意思是说，八关斋戒那天你要变一个人，真的哦。我以前公司很多员工，那我守八关斋戒那一天，他觉得奇怪，今天他怎么变一个人，都跟平常不一样，微笑，讲好话，不要求业绩，请大家吃饭。后来才知道说，哎呦，八关斋戒，我们老板变好好啊，所以他们都在等那一天哦。那一天有好吃的哦，迟到也没关系哦，没赚钱也 OK 哦，因为我守八关斋，因为这样有好处，我守八关斋，人家喜欢，以后他们说他们也会守八关斋戒。学佛了，千万不要一种以佛法为戒尺去要求别人，这样不好，对不对？我吃素，看到他吃肉，阿弥陀佛，默默给他回向，啊，你不能说啊，你们这些要下地狱，你看他吃肉了。啊，那人家以后就不在你面前出现。啊，如果你这个人吃素还在微笑，以后人家坐在你身边，哎，我跟你吃素好不好？这样啊，我以前都是这样，我以前半桌，我就自己订一桌最好的，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后来他们说，哎，陪你吃，陪你吃，真聪明，这一桌最贵的，我一定用最好吃的，慢慢我那一桌永远爆满。后来不好，就订一桌、两桌、三桌，哎呀，只要我来，他们都靠过来了。我又温柔又慈悲，又送礼物，为了请他们，又八关斋嘛，我要吃素嘛。所以各位，你学佛要这样，你越清净，你要越亲切，千万不要看不起别人的宗教，看不起别人没信仰，那是不慈悲，了解吗？慈悲的人所做的是为对方，就像一个女孩子。女孩子穿得很漂亮是给别人看的，对不对？又不是给自己看的。同样呢，佛菩萨的庄严乃至持戒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过生气的佛陀啊？没有，永远微笑。你再怎么不好，他永远微笑。杀人魔王央杰摩罗，佛陀也是用月爱三昧那一种永恒的爱的光来让他觉醒，让他自动的惭愧。希望大家用这种方法好不好啊？千万不要对好人用一个脸，对坏人又一个脸，天天在变脸啊，变久以后那脸相不好看。好人坏人我们都是一个慈悲的脸，慈悲的眼神，更坏的更要慈悲，这个真的要修行啊。所以各位八关斋今天等一下以后我叫他们开始照相，哪一个脸不好看，你修得不好啦。八关斋是叫什么？念一下，世间莲花，眼神好，脸相好，讲话好，心态好，没有不好的，这个叫八关斋嘛。特别做一天的菩萨，所以我们必须把佛法展现在人格以及对待世界众生的态度上面。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妈妈回家，老公没回来，没关系，宵夜煮好。你又不吃又煮给他吃啊，放一个音乐，阿弥陀佛，等他回来呵呵，还是大悲咒。他三更半夜跑回来，怕你知道，你说 OK， never mind， just for you 啊，有宵夜，有好吃的。他吓坏了，为什么？我守八关斋啊，我要对你慈悲呀 所以。因为他觉得，哦，他太好了，以后他就天天回来了，家里多好啊！我老婆以前很凶，现在像朵花，因为他守八关斋戒，所以各位一定要如此。不分男人女人，因为你守八关斋戒，要知道这个意思，而不是我守八关斋啊，然后一副很骄傲的样子。事实上，我讲的话是我师父跟我讲的。以前我蛮严肃的，我这个人蛮孤僻的，看到我都会发抖一样啊。但是我师父说，不快乐的人呢，对修行没有帮助啊。你坐在那边一脸臭相，谁敢来拜佛呢？
你又不是保全啊，你坐在寺庙门口要微笑，哦，欧巴桑来了，对不对？我在南部呢，他们提过来是那些昏的啊，然后要来拜五公，我在南部五公是很多居士就拜昏的放在那边，然后我们有些法师会骂人，就是什么呀啊，那我师父说不要骂人，反正他已经带来了，先给他超度再说了，慢慢感化他们呢、啊这样以后呢，人家也会觉得说，哎，五公寺还不错，对不对？自从有了出家人以后，他本来是个道教的庙，然后换给出家人，然后因为他的子孙学佛啦，希望他们过去这种拜昏的啦、杀生啦、当鸡啦这些慢慢改变，这样啊。那这些改变就要靠着我们出家人的微笑亲切，对不对？耐心，慢慢他们就改变了。改变以后呢，然后呢，也很喜欢听听佛教故事啊。所以以前早上我们都是念楞严咒、大悲咒，叫那些老菩萨站在那边发呆，也不要干嘛，念也念不上，听也听不懂，这个就没善巧方便。那也要改变他，来，通常来早上来拍手工啊，拍完以后阿弥陀佛，走走路、散散步，对吧？再来做义工，帮忙扫扫地，哇，通通来了，他觉得很轻松，慢慢，然后呢，讲的是一些他们喜欢听的故事，乃至如何健康发财、子孙平安。那各位知道，你要有善巧方便啊，所以意思是说，受报关斋戒，你的身口意。除了不伤害对方，站在利他的动机，你的身口意要变成对别人有帮助啊，对别人有加持。然后呢，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透过你的悲心，各位，只要你有悲心，佛菩萨力量就透过你加持对方。我们当然是凡夫，但是我们有一颗佛的心，就可以把佛的力量给对方。所以镜子能不能把太阳反光出去啊？很快的，镜子虽然很脆弱，一摔就破了。那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在八关斋戒的斋体清净的时候，佛的力量就透过这个布施给对方。那我佛陀为什么讲两百万劫的功德？因为你就有两百万劫的力量去布施给对方。所以我们中国人只要家里往生，我们就披麻戴孝，就是守八关斋戒，以这样子的功德让父母升天。所以披麻戴孝就是为父母而守八关斋戒的意思，因为是最大的力量。这样了解了吗？啊，所以我今天讲得很清楚，以后你要鸡婆一天就跟人家讲，这叫菩提心呢、啊。啊，然后你去跟他讲，要让对方高兴听才行，先吃饭，先赞叹他，先对他很好，那什么不能商量呢？对不对？他就愿意听你的佛法。所以我想各位八关斋戒是希望你改变，平常你是不孝的人、酷酷的人，那你就要孝一天呢。所以碰到善知识很重要啊，就像在训练空服员呢、啊，要讲话先微笑这样，然后你不能站着高高的跟客人讲话，要跪下来跟对方讲话，头等舱的待遇。然后呢，先微笑，然后你要什么？所以各位女人今天回去就要这样，老公回来蹲下来要脱鞋吗？你要学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佛教教育的嘛，韩国也是啊，先脱鞋。拿拖鞋给你穿啊，坐着喝茶，因为你守八关斋。如果家里人学佛都是如此，赶快去学佛，他会赶你去。因为我们大乘的是以服务对方为主了。老实说，就像我在这边讲话，各位听了快不快乐？就是这样啊，还有什么办法？训练出来的啊，就是要讲话让人家听得下去，不但听得下去，还有一点点对他有帮助了，还有佛法啊，而且要调到最好的声音。你看，我如果24小时都保持这个微笑的脸，那我一定成就啊。但是你要开始修行，要用各种，包括斋戒是身口意都在最圆满的状态，站在上等根器，站在一个利他的菩提心。除了我不怎么样，是消极的，是为自己怕受苦
啊，所以人天福报跟解脱道，人天福报是怕自己受苦，我希望有福报，所以我守戒；解脱道是怕自己轮回，所以我不要贪嗔痴。那大乘佛教，一切为众生。啊，我守戒乃至修空性，都是为了众生，而跟自己没有关系。而且要让你周围的人因为你的存在非常的快乐，让佛菩萨欢喜，让诸天欢喜，护法欢喜，让六道欢喜。所以今天我们要放生，让动物道欢喜；施食，让鬼道欢喜；超度持咒，让地狱道欢喜。我们这么精进修行，诸佛就欢喜。所以简单，你儿子都会等爸爸，你八关斋戒到了，你赶快受我，他就欢喜了。他知道那一天你不会骂他，还要给他钱哦。啊，因为他知道你那一天会做好人，所以这样来解释八关斋戒，各位会比较了解。简单的说，初一十五我们要做一个善良和蔼、不伤害众生又会帮助众生的人。那一个月六天过这种日子，甚至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要我们一个月十天做这种日子，慢慢呢，久了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人，超越了你的烦恼习性。啊，烦恼就是贪嗔痴会伤害众生，习性就是虽然你心肠好，但是不孝的；虽然你这个人心不错，那讲话就骂人。啊，那我想各位有结婚，家里有家人，爸爸有爸爸个性，妈妈妈妈个性，老婆有老婆个性，儿子有儿子个性。那修行人没有个性，念一下，没有个性，只有佛性。听有无？不能用个性想法做事情，八关斋戒完全变成像佛一样。好，那我们继续念十二页最后一行，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所以无论如何，内心里面不要有贪嗔痴，要清净，站在菩萨道，今天的内心念下来，充满大悲心，圆满菩提心，安住空性，为六道众生大作福德善根。啊，内心要想什么？各位八关斋，你要想，今天我能为别人做什么？不管在我面前走过认识不认识的，包括今天平常你看到蚊子，嘿，火力细，今天蚊子来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因为你今天守八关斋啊，要有那种利他的心态。啊，昨天很晚，我住的这个房间没有看过蟑螂啊！昨天来一只蟑螂，太好了，贵宾来了，哎，跑到这地方一定没东西吃，人家扫那么干净，啊，所以我赶快去找最好吃的给他吃了。那一只而且藏在安全的位置，蟑螂也不会怕我。然后呢，哦，他吃得很高兴，对不对？这样快不快乐？快乐啊，因为你在守八关斋。蟑螂也好，冤亲平等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因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因为行菩萨道，那是在服务众生，做众生母亲永远的仆人，服务众生啊，修行要如此。如果你想要去改变对方，很痛苦啊。他就是在喝酒，他天天打麻将，他天天脾气不好，他天天谁谁念，这是正常人啊，但是我们不是要改变对方，反正我就随顺你，随顺众生，慢慢的服务你。哪一天你自动自发想要跟我学，那是最好了。啊，就像没有人逼我们学佛了，我们都是被佛菩萨的行为感动，看了佛经，哇，看了地藏经就会想拜地藏菩萨，对不对？太伟大了。啊，所以就是如此。所以我想各位学佛了，那我们就是要去配合对方，而不是说我喜欢念佛，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哦，不念佛下地狱哦。我喜欢密宗，你们通通学密宗哦。那不是的，佛教不是这个样子的。佛教是这个人喜欢修人天福报，哦，健康发财的方法要给他。哦，这个人要修解脱道啊，哦，你要懂得四圣谛、十二因缘法怎么修啊。这个人喜欢修菩萨道，那菩萨道有各种法门，都可以示现给他看。所以我想观音菩萨示现成各种的形象，显现各种的法门，
就像千手观音前面有四十只手，代表观音菩萨至少有四十种法门。事实上观音菩萨有百千万亿法门，配合众生的需要，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而不能说哎，我就是这个法门，你们一定要跟我修这个法门，这样不好，好不好啊？以后各位搞不好也会出家，应该如此啊，是配合对方，因为我想方便有多元，什么路都可以走上来了，对不对？就像各位你要走到七楼，坐电梯电梯电梯，走楼梯乃至直升机到楼顶然后再下来也可以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坐直升机的叫密宗了，比较快，但是可能会摔死所以不是密宗不好，是你要有决心，要么就成佛要么就下地狱，对不对？不能混的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但是你要认为说别人适合什么我就为他说什么。所以做一个菩萨要如此，来，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所以各位其他宗教怎么拜我们也在拜，但是动机不一样就好了，动机不一样就好了天主教基督教做弥撒念玫瑰经在祈祷你都可以做，你都可以做，因为你的心态是皈依三宝就好了。对你来讲这些都是佛菩萨的显现，他本体的佛性，我们皈依的是他的佛性，不是他的外表，这样你就可以感化他们度他们因为菩萨的目的是度对方，既然你要追求快乐，我有就近快乐的方法，但是我要如何慢慢接近你，而不是强迫对方跟我们一样就像各位穿这个黑的穿可以啦，如果你去别的地方穿这件去，人家看你怪怪的所以现在有人在改良了，八关斋全部穿白的来，因为好看好看时代的问题吧。所以在印尼已经改良，印尼热得要命，他们穿黑的不好看，有人穿白的，有人穿绿的，结果法会一来什么颜色都有对我来讲随缘随像五方佛一样五种颜色 OK 所以但是各位要随缘。那有些法师就会骂，以后参加这个不要跟穿别人的，人家不是不要穿而是干脆不要来，那不是浪费了吗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能够来要种种善根也好。好，所以各位要了解受八关斋戒站在菩提心，我们身口意除了道德善良清净，又充满了随时关怀众生的身口意的表现，要这样去做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要很认真，在内心里面都是好的念头，念佛大慈大悲接引众生每一尊佛，念法所有佛所讲的经典善知识所讲的教法，哇，是我们成佛的基因呢，原因呢，叫三世佛母，念身所有的菩萨乃至所有的出家菩萨，哇，是我们的福田，让我们皈依引导我们离苦得乐，人天福田。第三，念天，我们只要对三宝有信心，在持戒又布施，保证来世升天，长寿安乐。所以有一种讲法，念一下来，舍弃今生，但为来世这是起码的，不要追求这一辈子的快乐，好不好这辈子宁可苦一点，苦一点折磨自己，就像社会守八关斋戒，但是我们来世充满光明往生极乐世界，或至少升天。如果要升天去哪里，念一下兜率内院，哇，那边有弥勒菩萨讲了发菩提心的教法诸大善知识引导我们，那你有世间的欲望可以，那边可以结婚可以生小孩，但是没有人会造业那在这种情况也可以不离菩提心就长寿安乐，乃至十方诸佛菩萨净土，要念着。所以这一辈子精进，要今天精进明天会很好。第五，念戒，所以我们要时时身口意保持清净戒，清净身心。第六，念布施，那希望大家这么精进努力的功德回向六道众生，好不好回向非洲贫穷国家也门南苏丹，大家最近多回向也尽力帮忙，好不好他们1600万人在饥饿濒临死亡所以是现在有报纸网络随时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
那边政治又变化了，那边天气不好了，那边又太冷了，太热了，那边又有动物要被屠杀了，禽流感，我们就赶快回向，啊，能够救了尽量救，念布施，普济贫穷。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其身口：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第三，男女之间全断淫欲；乃至第八，离非识时，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轮回之正因，包括往生净土之正因，解脱生老病死轮回痛苦之根本。所以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果能如法禀受佛，能如法受持。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素食一词虽源于中国佛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在翻译上，若沿用素食，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一，素食的界定困难，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二，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事实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享用不是来自宰杀动物的食物。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如谷麦、蔬菜、水果等。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亦即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都不属于素食食品。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貂皮油、麝香、鱼油、鸡精等，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例如屠宰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捕鱼业等。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一、素食不吃肉及其副产品，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二，蛋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三，奶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四，奶蛋素食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蛋制品。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如台北台安医院即供应蛋奶素。五，佛教素食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也不吃的葱、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例如蛋、奶，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一，严格素食是指全素食，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二，不严格素食是指奶蛋素食，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生命便是慈悲爱中。